繁华似锦的都市，车水马龙的街区，天津卫，一个古老而又亲切的名字。我们每一天都生活在这片土地，穿行在这里的人群之中，看到的是人情冷暖，感受的却是世态炎凉。就当我们每一个人都觉得我们的生活不过如此，乏味不堪的时候，有些事，有些东西会悄悄地走进你的世界。或许有些东西会让你终生难忘，再也不敢去面对些什么，也或许它会带你进入另一个世界，那也许是美丽而妖娆的，也许则是万劫不复。不过这些我都不知道，因为只有经历过的人才会体会那种毛骨悚然的感觉。我们的故事就从这里开始。鬼节，我送你回去吧。我可不怕这个。回家还是注意点吧。哎，今儿这个工作干得不错，还行啊。哎，不过我跟你说一下啊，这个迟到问题，你可得注意点。我说的不是你一次两次了，对不对？别看你长得漂亮，漂亮你也不能迟到，知道吗？哎呀，知道了，下回不迟到不就完了吗？一定改啊。您待我们这么好，一定继续努力啊！行，那晚上我跟你说啊，今儿晚上这个日子口不太对，你回家一定要注意点，好不好？怎么不太对啊？今天鬼节你不知道吗？你少大半夜的吓唬我，我是那胆小的人吗？倒是你啊，小心今天晚上从你床底下钻出来个女鬼，把你的腿毛一根一根的全拔光了。你要说是女鬼啊，是长成你这样的，我就认了。你要来个老太婆，那我不要，真的。死变态！怎么样？今天这个卫生都做完了？全擦完了。啊，都擦完了。今儿那顾客没对你动手动脚吧？没有，他们哪敢呢？啊，有嘛事儿你跟我说，啊。嗯。记住了，别迟到。一定。回家慢一点。嗯。啊，听我的，今儿一定要注意。行，那我先走了啊。走吧，走吧。行，啊，拜拜。慢点。小月，你可确定不是我送你回家啊？哎呀，不用了，放心吧啊。告诉你，今晚上挺邪性的。希望今晚上没事儿了。
不行，你下来接我一趟。行，快点啊，快点，我等你。就在这块儿，
别着急，别害怕。这样，我一会儿啊，念段咒语，咱们闭着心神。完事儿呢，咱问问他，到底是怎么回事儿。你也别害怕，有我在这儿，好不好？嗯。啊，往后退，往后退。玉清有命，告下三元，十方曹志，禀命所宣，各统部署，立志坛前，准阳光大，共济人天，急急如律令，快快现身。小月啊，到地方了，已经告咱，他现在就在这儿。在这儿。这样吧，咱先把他的尸首啊挖出来，给人做个超度，好不好？只能这样了。啊，这个女的为什么要找上我呢？哎，你不知道小月，这个女的原来就住你们家楼里。啊？对呀。住我们家楼里？对呀。那天你一打电话，她原来生前就是因为一通电话被她爷们害死了。不，这是老慧了。啊？这是老慧了。不易啊。啊？今儿加一天班。哎，累死了。哼。哎，你今儿天干嘛呀？没错。怎么生气了？那头去灌浆子。哎呀，凉了。滚！生气了。哎呦！哎，不就是加会班吗？怎么的了？那头去。是那头，烦死了。今儿干嘛了？死人。死人愿在家看电视是吗？啊。死人愿看电视对吧？扎实，喜欢。你这个婆伴儿，这是什么属性？天不天儿呢？啊，有完没完？天天加，天天加。干的是正当行业，破伴儿。这不赚钱养家吗？爷们儿该干的事儿。你呀，别说那话，做人呢要有良心。刚跟你搞对象那阵儿，对吧？往你身上花了多少钱，你也不是不知道。现在落赔了，赌博又输了好几百万。那你还不说我刚跟你搞对象那会儿我还青春年少呢，现在。你是在这拿青春跟我在这玩赌明天吗？那可不。切，哎呦。输了呗。让你哪输了？哎，看我们那些姐们，我们那同事，人天天活得怎样？我这天天累死累活得怎样？就跟狗似的，天天的。让你换份工作轻松点。换啥的？陪人睡去。这轻松吗？行吗？别抠你那脚丫子，怪味儿。
不是你说你脚丫子味儿，你陪人家睡谁要你？就你这，哎呦我的妈呀！你赶紧回家种地去吧，还他妈陪人睡了，真的，50块钱，行吗？50，别人还给50块钱呢，你呢？来，拿50块钱出来。哼，你呀，别说这话，我在你手里花了不少，就差把房子卖了给你花了，是吗？还想让我？算吧算吧。我也陪你不少年了吧，天每天50也够了吧。哎呀，咋打这儿到现在才快10多年了，你也知道吗，也需要10多年不容易吗？你说你天天这那这那的，没事老跟我这那的，有意思吗？哎，你说怎么就没意思了？你说我听着怎么地了？我天天又上班又做饭，我啥都干，不是？这不是女人该干的活儿，我该干的。那爷们该干嘛？我怎么地了？爷们该干活你干了吗？我不这两年吗？怎么地？这两年怎么了？这两年这得给你糟蹋多少钱？是，我是有那不好的毛病。不好的毒病就吃喝嫖赌抽一样不少是吧？我可不是嫖，别胡说八道。嫖没有没有嫖，你心里知道。没嫖吗？没嫖吗？找点证据啊！拿，手机拿过来，给你找点证据。人都手机都短信发我手机上了，你还在这儿？这是隐私。隐私。说话说话，你动手了吗？怎么地了？我欺负你了？老缺，这是我的权利。咱就是掰着掰着喝。别把你那脚怪味儿。怎么地了？散味儿。好像你没闻过似的。随便，你那怎么地怎么地。你这个还过了？你想过就过，不想过就算。你问。别问我。本来我说你回来跟你好好说的话，你也又这又那的。本来我一天上一天班的，回来看你这死人似的在这躺一天，闹我连口热饭都吃不上，连个泡面都不知道给谁弄啊！你会啥？不会赚钱，连个泡面都不会，连做饭都不会，你会做什么？你告诉我。谁误会我？喂，还招你师来了？你还有这口啊？会说话。还有好多没发现的。我呀，不知道一天天想干嘛，干嘛呢？你说我这外头有这个有那，是我嫖娼，也不知道咱俩难道是一个人。我呀，就想好好把这日子过下去。好好过下去。嗯。是吧？嗯。跟别的男的出去。我那叫工作，正常上班，我是为了养这家，日子没法过了。你说现在像欠多少钱吧，下个月信用卡怎么还？拿钱还。你说什么？拿钱还。钱呢？付啊。我一个月2000来块钱工资，你看信用卡账单多少钱？数了，谁还？我还啊。哎呀，你没把你这条命输出去就得了，你赶紧跟人该干嘛干嘛去吧。别让人找我，没人找你，找的都是我。是吗？你别回这地儿了。我为嘛不回？这是我家，我为嘛不回啊？你回来，别人就找你，那不就找我了吗？我该怎么办？你可就是可以找你那个什么，有吗？我想想，宋总，找你那个宋总。我说过多少次了，我那是正常的工作，正当行业，你能不能稍微向正常言论上理解一下，理解你懂得俩字。正当行业正当工作，是我送你回来，完之后又亲又搂又抱的，就大晚上的了，人送我回来很正常。我人家送你回来喝多酒了，稍微那什么点儿可以理解是吧？应该。那你呢？正常的可以理解的。没想到你还这么在乎我，是吧？你觉得？肯定还是。嗯，
老不乐意出去，干点吧。你是干点什么？我不会出去。你干成了吗？赖我，我没努过力。你那叫努力吗？你那叫糟蹋钱。对。就你那点脑戏，你还想干点吗？我觉得你都不如人家快递员，人还能踏踏实实赚点钱呢，人还能好好过日子呢。那你小感冒吧，痛快快吧，这有劲儿。想怎么的吧。话都说到这份儿上了，咱俩就今天再好好谈谈吧。想怎么的？今天日子过还是？听你的，随便，对吧？既然托是你把我娶回来的，这事儿也不能全听我的。随便吧，有的事就说。爸妈你的爱他吗？就是你臭流氓你！你告诉我，从头到尾就是一臭流氓。你告诉我，爸妈那么大年纪，怎么可能看？愿子愿人在风中，随便你想怎么说怎么说，无所谓，爱咋咋咋。我弟我妈特意管你爹你妈呢。我妈说我爸爸挺好，没事儿不管。然后该干嘛干嘛，各回各家各找干嘛各妈。这房子反正是我的。怎么又成你的了呢？我就纳了闷儿了。这房子这么多年的贷款不都我自己还的吗？哎呦，你总花了4000块钱。一个月4000好不好？当初那两年我还能赚点时候，一个月4000都是我还的好不好？你又还了一个半月。你有点良心好不好？你赚那点钱都不够你自己糟蹋的。说这话稍微负点责行不行？这么多年的家里的开销水电费都是我自己来，我来花，你到最后让我跟了你这么长时间以后什么都落不着，连房子都落不着，是吗？花了一个半月贷款，现在来一个都是你还的。房子给你，分开了吗？那是我的生活，你都不在乎吗？我要的也不多，我就正常想过好。最近流行了，很流行的，在别人的床上睡着别人的老婆，我不在乎，你领过多少人回来？说你有良，别血口喷人。我天天的一天上班累死累活的，我哪儿对不住你呀、啊？姐，谁？没事。姐呀、啊，告诉你打错了。打错姐怕了。这么晚了没打错了？嗯，没事。这么晚肯定打错了。谁没有给打错的时候呀、啊？不是一次吧？啊，谁呀、啊？哎，你给我吧，拿过来，拿过来。谁呀、啊？拿过来给我，给我拿过来，隐私。你刚才还说他了，给我拿过来，拿过来给我。哦、给你，我给你，我给你摸了，我给你，嗯，我给你。我给你，我都给你，还不行吗？还要我给你妈呀？嗯，还给你，我给你，给你，我给你，我给你，嗯。那他也够可怜的了。是呢。那你现在把他挖出来干什么呀？做好事儿啊！把他挖出来之后，咱们给他做个超度，以后就不找你麻烦了。哦，明白了吗？太好了。哎，嘉哥，你真是个好人。哎，行了，你不仅帮了他，还帮了我。哎，我都不知道怎么谢谢你了。哎，咱们都是做好事儿，不提那个。哎，行了，赶紧挖吧。哎呀。
得你对得起身边的每一个人吗？你觉得世界上的每一样东西都是可以要的吗？嘘，故事开始。钱，再给你来两张。怎么啦？啊，没事儿吧？啊，行，你别着急，你别着急，什么时候的事儿呀？那你不早告诉我，现在怎么样了吧？行了行了，我知道了。那个，你说吧，需要多少钱？三万，三万够吗？我身上倒是不太够，我找朋友拿点吧。您放心吧，没事，我晚上帮演员去，你别着急啊。啊，那先这样挂吧，妈，你别着急啊。啊，喂，啊，听到了吗？啊，亲爱的，干嘛呢？上班呢。啊。那个，今天几点下班呀？到我干吗？啊，行，我知道了。我那个刚才妈给我打电话了，爸出点事儿。啊，昨天摔了一跤。没事儿，人倒是没事儿，现在医院呢，他得做手术。啊，行，没事儿，我知道。那个亲爱的，那个手头有钱吗？给我点儿。上个月我把那钱全买那包了，三万块钱，你手头有吗？你上一次不是说那个？马上就没了。你的意思是，对，我妈就不是，我妈就是我妈，这不是你妈呗？那你早干嘛去了？昨晚上还在一起还说呢。哎，不，亲爱的，咱两年多了，你觉得咱们这是谈婚论嫁的地方吗？我就问你借三万块钱，不是要，是借，好不好？大爷的，我知道你有。行吧，行吧，我知道了。你这没太没良心了。咱俩两年多了，好不好？在这个节骨眼上，你给我掉链子。不是，不是，你留着点。你留着要给你妈过生日是吗？那我爸命为你妈生日重要对吧？大爷的，
真无语了，我早没看出来你是这么一个人呢。算我瞎了眼是吧？是吧？你让我怎么办呢？现在我一个小姑娘，我上哪拿3万块钱去？你让我怎么办呢？你是我男朋友好不好？朋友也得帮个忙是吧？行吧，行吧，我告诉你啊，咱今儿话就不撂在这儿了。我再找你，我这个小孙子儿，我就倒过来行。行，好，我知道了，挂吧啊，就这样啊，拜拜。喂，丹丹，啊，怎么样呀，最近？元旦回去也没和你联系，现在干嘛呢？上班呢？啊，我倒没啥事儿。那个什么，那个你能借我点钱吗？咱家出点事儿。那个，你看你手头有多少？我需要3万块钱。啊，行，我知道了。没事，我知道你月光族。啊，行，我知道了啊，回头联系啊，没事，我再找新人借去，不用了。行，好，谢谢啊，那先这样，拜拜。韩哥，干嘛呢？啊，忙着呢。行吧，那个我现在需要点钱。3万块钱，你看你手头有多少，先给我拿点，我下个月发工资就给你，我18号发工资。行吧，你看看吧，那个你能凑多少凑多少就行了。现在有女朋友的话，笑大是吧？行，好，那你忙吧。行，好的，那回头联系啊，改天一起吃饭啊。行，我知道了，没事儿，放心吧。行，拜拜。李姐，是我小孙儿，我孙林。啊，好久不联系了。最近还好吗？还行吧，新公司还不错吧？行，我就凑合吧，还那样。行，过两天我看你。那什么，李姐，我这儿有点事儿想麻烦您一下。那个，您看您手头能借我点钱吗？哦，圆圆上学呀，行，我知道了。行，圆圆还好吧？什么时候放假呀？过两天回来呀。行，好。过两天他也没事找我玩啊。行了，没事，我爸还行，就是现在在医院呢。行，熬过去就没事了，做完手术就好很多了。放心吧，回头我再联系。谢谢李姐，没事的。行，我知道你手头也紧。行，好，那先这样啊，挂吧啊，拜拜。哎，没有，在公司呢。谁在家？没有，等着下午开会呢。你看现在还在顶微信呢，啥时候啊？行，那一会儿下班我去接你。只有你，真的只有，哪有早？好，公司怎么签？我这儿秘书叫我开会呢，我一会儿再跟你说啊。你来干嘛来了？
外面天快冷了。水可以喝吗？喝吧。那你这找我，找我来算干嘛呢？我也不知道，你这找我到底有什么想法？上次说也该说也说了，该聊也聊了。我觉得你要不明白我真是，我也没辙，对吧？你自个儿看呗。你说我来干嘛来了？咱俩都两年多的感情了，我跟了你两年了，现在在这个节骨眼上，今儿我妈给我打电话，我爸现在医院躺着呢，我就需要3万块钱，两年多了，我问你借3万块钱不是要。算我求你了，伸把手吧。行啊，那你说帮怎么帮吧。我知道你人脉广，嗯，然后亲戚朋友也多，嗯，你看能不能给倒一下手。嗯，我，你知道我外地的，然后现在身上也没什么积蓄，嗯，你就看能不能给我倒倒手。嗯，那这样说啊，钱啊真能给你，然后呢，但现在我没有，这是一点。还有一点就是我个人感觉，咱俩要是谈恋爱期间是吧，怎么都好说，我出去借去也行，怎么着都行。那我觉得咱俩这不说挺明白的嘛，是不是哈？那天该说也说了。那个咱先不说谈恋爱，就说咱俩在一起两年多，先不说这感情，就是说到这儿也就这样了。人说不是说分手了还能做朋友吗？咱就不至于说把这脸撕破。我现在真的就是，你别跟我提两年，这两年这句话这两天我听了太多，不是说两年我就死你手里，明白我说的意思吗？这么两年给我埋了呀。那你怎么也看在过去的份上，你稍微帮个忙。没事，说你的。就3万块钱，稍微倒一下手，帮个忙。我现在真遇上难处了，我爸现在在医院呢。嗯。然后呢？你看能不能把这钱借给我？那不能，能怎么着啊？你看，你又说不出个3-5来，对吧？你找我借钱，我有我给你，对吧？我现在没有。而且呢，现在咱俩现在不是这种恋爱期间，对吧？我想帮你，我都爱莫能助，这事儿不能怨我，你看是不是？嗯，你说的都对。喂，哎，我开会呢。就是在公司呢。行。哎，一会儿。行，一会儿来说行吗？啊，我开会呢啊，哎，聊吧聊吧。公司来电话，你说你的，啊？在开会呢。就是，我这又找份兼职，但这事儿跟您没什么关系，是吧？然后我觉得，这钱是怎么？求求你了。这怎么是分手费啊？就算是分手费吧。我跟了你两年，要3万块钱分手费过分吗？你说过分吗？谁规定这俩人？你那会儿什么都没有。现在这不也变得差不多什么都没有了吗？对吧？那你要是分手费的话，那我找你要点分手费啊不？你要找我要分手费是吗？你看你能找我要，我凭什么不能找你要？你要吗？要，那绝对要，白给钱不要啊。好。啥时候给啊？这钱。我死了也会给你的。死了也给，行，怎么给都行，好吧？行。那你不行没嘛事儿，你就死去吧。是吧？赶紧，你这赶紧改兑付，我这等不了，我这也缺3万块钱，我这天津来的，我也没啥亲戚，是吧？行，我知道了。那我这儿先开会。行吧，完了之后你要走呀？电话催我开会没看见呢？啊，你啥？临走是吧？哎，你真走？您都把门带上啊！我先走了。你好，我记住了。
妈呀！师傅，就这儿，我就是在这儿看见的。难怪你倒遇到鬼呀、啊，这地方不干净，快快离开吧你。好嘞。孽障，六道轮回，人鬼殊途，你在这儿祸害苍生，不怕形神俱灭吗？看王蛋，好。既然你执迷不悔，就别怪贫道手下无情。嘿！忽闪忽闪的大眼睛，可爱的小鼻子，你的身边是否也有这样一个玩偶？你是否注意过他充满怨气的眼神？今天，让我给你讲一个布娃娃的故事。喂，星期天也不让你多睡会儿。行啊，去一只蛋吧。你上次不是看了一个那个，在一只蛋看了一个那个包吗？买吗？好吧，那我起来收拾一下，一个小时以后一只蛋门口见，行吗？行，那就两点。行，拜拜。拜拜。一会儿见。大礼拜的也不让你多睡一会儿，还得拾腾房子，乱死了。这是我小时候的布娃娃，现在都那么脏了。今天穿什么呢？就他了。
为什么要抛弃我？你为什么要抛弃我？你为什么要抛弃我？你为什么要抛弃我？今天就让我来告诉你，白天做的事情一定不要等到晚上，比如放风筝这件事。您好，给我开间大床房。您身份证一百押金。房间4楼445。宝贝儿在哪儿呢？我在咖啡厅呢，你打电话干嘛呀？哎，就想你了，想出来跟你见一面。我喝了咖啡，下午还想逛街呢。行。你到底有什么事儿给我打电话？哎呦，你别磨叽了。你才磨叽呢，我可不磨叽。啊，我磨叽，我磨叽。下午有时间吗？有时间啊。你那么忙，我怕你没时间。你方便我就方便，你在哪儿我接你去。行，那你接我吧。好的。行，把位置给我发过来。到那儿我给你打电话。 OK， 拜拜。今晚又找到幸福了，哈哈哈。先生，请问需要用点什么？来，你看看想吃什么。你随便嘛。我随便。嗯，行。这我头一次来，来个次问品牌，剩下的你们看着配吧。最近忙什么了？
上班呗，还能干嘛？天天电话也不接，短信也不回。在一起这么长时间了，我听说你换工作了。换工作我还用告诉你吗？咱俩在一起这么长时间了，你不告诉我心里多难受。哎，一会儿有什么安排吗？不知道，我一会儿想回家。既然都出来了，我晚上带你看电影去吧。看电影，看电影，每次都是看电影，我不去。最近好多新片儿。我不去。都是那你看的那种。不去。不去。要我带你洗澡去吗？不爱动，我想回家。咱到那儿，我给你足疗。不去。不去。要不我带你溜达溜达吧，今天天气也不错。上公园溜达溜达。去公园也行，上班挺累的，走吧。老板，结账。兄弟，放上个麦，十五一个，就还仨了，给你算十块吧。这仨，咱选一个，要哪个？要这个吧。要再一个，哎呀，拿这个。好嘞。十块是吧？对，没错。好嘞，谢谢谢谢谢谢。走走走，慢点啊。走。怎么回事呢？谁呀？刘小强一上午都不给我打电话。刘小强，开门。有一个朋友告诉我，有一种饮料很好喝，至今我还记得那甜甜的血腥味。
发牌怎么办呢？要不然你发，怎么在地方上了？没牌。哎呀，你说钱都让你赚走了。都是原因你要多少了？我不会了。看看啊，这是地主啊，看钱都我要，可不我丢。哎，这把有戏哎。要了啊，才不起要了，我要七八个，七八个的，嗯，要完就不好打了，没有我就死了。看错啊，也有那么多了。指令，没有，逃了，逃了，逃了，切！啊，不玩了，不玩了，不舒服了。还输多少啊？啊，不行了，不能玩了啊！我先撤了啊。走吧，啊，走。血本无归啊！啊，血本无归，血本无归啊！你好，给我拿个注射器吧。
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是你的主人，你必须要效忠于。看着这个眼熟吗？你现在身体里面流着我的血，你必须要效忠于我，我不去让你得到永生。女人把享之不尽的荣华富贵，反之，如果你不效忠于我，我会让你生不如死。喝下去。赶紧看看吧，这个病人不行了。好，快跟我来。请问你们二位跟患者是什么关系？没有关系，我们俩在公园溜的时候看见他在那儿坐着，然后说说自己也晕倒了，从那儿让我们俩给送到医院。但现在情况是怎么样？病人已经死了很长时间了，全身没有一滴血。这个没有一滴血是什么意思？我也很奇怪，似乎被什么东西吸干了。吸干了？对。